Hello， 大家好，又到 Deadwalk 嘅呢個 Bilibala 讀聖經時間嚇。咁上回咧就講到呢個撒母耳記第十章嚇。咁啊，撒母耳私底下一個人入閘嘅啫，咁樣咧就封咗呢個掃羅做以色列嘅王。但同一時間咧，佢就用一個祭簽嘅方式咧，就喺公眾全世界面前咧，就選咗呢個掃羅做王啊！咁啊，每個人見到阿掃羅咧，又靚仔又高大嚇，理論上又好似打得嚇，就算唔打得都睇得嚇。咁樣咧，就大家舉豎一隻手指話：哦，感謝主嚇，立咗呢個人做王啊！但同一時間咧，亦都有口痕友咁就話：，誒呢條友有乜可能救到我哋㗎？咁樣嚇，咁啊 ，anyway 嚇，咁啊到十一章嘅時候咧，咁啊可能咧遇到一個嘅考驗咯噃。亞門人嘅王拿核帶領軍隊圍困以色列嘅基列雅比城，城內嘅居民甘願求和，懇求拿核同我哋立約啦，我哋願意做你嘅仆人。嗱，啲能屈能伸啦嚇，咁啊唔夠打嘅時候咧，就嚟到去投降或者咧嚟到去立約嚇，咁啊之後咧就仍然係一條好漢嚇，咁啊亞門嚇，咁我哋知道咧以色列啊人咧就第撒母耳記第五章開始啦，咁就係俾呢個非利士人核制，咁假如咧呢個首長係以色列地嘅話。咁咧呢度咧藍色啊，藍色咧就係地中海啦，唔係呢度係呢度，藍色係地中海。咁樣咧呢度沿岸嘅咧就係呢個非利士人所控制嘅地方嚇。咁佢哋咧因為有貿易嘅緣故啦，同埋技術係上係好過以色列嚇，尤其是咧佢哋咧係開始嚟到去用呢個銅器甚至乎鐵器嗰個技術都係高啲嘅，咁所以咧就好抽得。咁啊，以色列人咧，唯有咧就躲喺呢個山地嗰度咧，咁啊呢度好啲嚇，咁啊有啲山脊咁樣咧就可以咧叫做防守到嚇。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就係掃羅咧，佢被撒母耳告完之後啦，咁樣咧非利士人都防守喺啲山頭嗰度嚇，咁而佢可能係對峙定還是咧係有個嘅祭壇係屬於以色列嘅，咁佢哋咧都要上去啊各方面啦嚇。咁啊而咧。在呢、這個東面的地方嚇，地方喺西面啦。東面的地方就有呢、這個嘅其他嘅勢力嚇，咁、都係咧你搶我，我搶你咁樣啦嚇。咁啊呢度咧就有亞門人嚇，同埋呢個摩押人咁樣。咁呢度咧就正正就講到咧喺東面嘅敵人嚇，亞門咧就嚟兇呢個以色列東部嘅地方嚇。拿核話。好，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要挖了你们所有人的右眼，作为对全以色列人的羞辱。用这只眼，定是那只眼？雅比的父老说，请宽限我们七日，等我们看看找不找到援助。如果全以色列都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就答应你的条件。那历史当中，就算圣经都不乏这些情况。人哋咧都已經係撒咗冧，就話咧可以投降或者求和啊！咁啊喺呢個歷史上面講得呢啲嘢嘅時候咧，就預咗咧嚟緊就會做奴隸受噶啦啊！咁但係咧，你都仲係覺得唔玩得夠盡，就要挖咗人哋隻眼嘅時候，咁啊只有咧同你死過嚇！咁啊唔單止淨係嗰個城市嘅居民嚇，甚至乎周邊。啊！你可能會侵略到嘅人咧，都會搏命咁同你打嚇。咁呢啲咧都未必係最有智慧嘅一種做法嚇。咁啊，當然 on the other hand， 你可能就可以話係殺一儆百嚇。咁啊，令到咧周邊城市嘅各方面嘅人咧嘅人心嚟到去消化嚇。咁啊，當年嚇，當年呢個約書亞嚟到去打其他嘅城市迦南嘅時候都。有啊，趕盡殺絕嘅情況出現嚇，咁但係咧，似乎咧就未見到有一啲大型嘅一種羞辱嘅情況嚇，咁啊我哋睇到啦嚇，咁啊譬如喺香港嚇，咁啊你持有唔同嘅政見嘅時候，甚至乎咧你要抗爭政府嚇，咁啊未必樣樣嘢咧都係抗爭者啱曬嘅。
但係咧掌權嘅又冇一種嘅量度嚇，咁啊唔會趕盡殺絕嚇，純粹就係按住一啲合理嘅法律嚟到去懲治一啲覺得係擾亂社會嘅人咧咁樣。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啊反對嘅人咧，可能咧就會個聲勢冇咁大，而且咧唔會同你玩到魚死網破嚇。咁啊喺緬甸嚇，軍方嗰個嘅趕盡殺絕嚇，亦都有類似嘅情況啦嚇。咁啊睇翻無論係聖經，又或者係歷史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嚇，咁最後尾咧可能咧都係越搞越禍嚇，咁啊未必有一個最好嘅結果嚇。當你咧要係咁樣做嘅時候，咁啊睇下第十一章。又冇亞門人有乜個咁好嘅結果啦？雅比嘅使者嚟到掃羅嘅家鄉基比亞，將呢啲話講俾百姓聽，大家都放聲大哭。掃羅正喺田間趕牛翻嚟，就問啦：點解個個都喺度喊啊？民眾就將雅比嘅情況話俾佢知。有趣啊！掃羅咧，理論上嗰陣時已經做咗王啦，但係咧。佢咧都仲係去趕牛嚇，咁啊牛郎咁，咁啊另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基列亞比呢個地方咧，其實咧就唔係呢度聖經第一次出現嘅，咁啊佢係第二次出現嚇，咁啊亦都同呢個嘅便雅悯人咧係好有關係嘅嚇，咁呢個咧正正就係咧喺呢個士師記最末段嘅時候。咁樣咧，呢個嘅有一個故仔嚇，就係話咧便雅悯人嚇，咁啊衰衰咁樣嚟到去強姦咗啊一個利未人嘅妻子嚇，咁個利未人咧就將個妻子嚇死咗之後嚇先奸後殺咁樣啦，或者係俾人輪奸到致死咁樣啦，咁就切開一塊塊咁樣分餅仔咁分咗俾以色列全地，就呼喚嗰啲人咧嚟到去聲討呢個便雅悯嚇。咁啊，全國咧，所有人咧都出曬嚟嚇，咁啊，淨係得一個地方咧，就係基列亞比人咧，就冇參與到呢場討伐便雅悯嘅超級正義嘅一場戰爭嚇。咁啊，因為咁樣緣故啦嚇，咁啊，當佢哋打勝仗嚇翻嚟嘅時候，就發覺，咦，我哋滅咗成個以色列嘅一個支派喎，咁唔得喎嚇，咁啊剩翻600男丁啫喎嚇，咁點算好咧？要為佢哋娶老婆，但係咧佢哋咧又係去到最盡喎嚇，好似亞門人咁喎嚇，咁啊發誓一定要滅佢族啦嚇，咁啊最後尾後悔嘅時候，又發誓唔可以咧將任何嘅女兒咧就嫁俾啊呢班咁嘅喪心病狂嘅人啊！咁可能嗰啲淨係得部分嘅強姦犯嘅啫，唔係全部係強姦犯嘅。咁但係 anyway 嚇，咁啊立場先行啊嘛嚇，咁啊冇計啦嚇。咁跟住然之後咧，最後尾咧佢因為唔可以嫁女啦嚇，咁於是咧邊個人冇嚟到懟冧呢個便雅悯人啊？基列亞比人冇喎，咁於是咧又走去懟冧曬所有基列亞比人，佢就係冇參戰就要俾人懟冧女陰公。咁然後咧，佢就剩翻有幾條女咁樣，於是咧就俾咗呢個便雅悯人咧，就嚟到去娶妻嚇，剩翻死剩種嗰啲啦嚇。咁啊仲唔夠喎，於是咧就叫嗰啲嘅便雅悯自己咧，就喺示羅嗰度，如果有女仔走出嚟跳舞嘅時候咧，咁啊去搶妻咁樣嚇，咁啊湊夠600女咁啊俾佢哋，咁啊呢個嘅掃羅咧就係咧剩翻落嚟嘅嗰啲，跟住繼續嚇以後開枝散葉嘅嗰個嘅餘業啦嚇。咁所以咧，掃羅某程度上話自己咧便雅悯係成個以色列裏邊咧。最細嘅支派，某程度上都係一個事實。雖然咧，佢未必係便雅悯支派裏邊最細嘅嗰個族啦嚇。Anyway 嚇，咁啊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打埋算盤咧，咁啊掃羅咧同基列亞比人咧都係親戚，而且咧某程度上咧都係對佢有恩嘅喎，因為咧佢既冇去懟冧便雅悯人，同一時間受到嗰個連累嚇，俾人打死曬嚇，咁啊再加埋咧。佢嗰啲女家嘅所有人咧，都應該係基列亞比人嚇。咁啊，遇到呢個咁嘅兇信嘅時候，掃羅會點做咧？呢個時候，上帝嘅靈大大激勵掃羅，佢就非常憤怒，
大力菜咁啊，大力水手。佢將兩隻公牛切成好多塊，打發使者將碎塊分發到全以色列，宣布話：邊個唔跟隨掃羅同撒母耳出戰，佢嘅公牛都要變成咁樣。嗱，呢個 exactly 就係講緊佢。如果你記得嘅話，頭先我講就係士師記裏面分豬肉，只不過咧，嗰、那個豬肉咧就唔係嗰個利未人嘅妻子，而係變咗牛肉咁樣分出去嚇。咁啊，掃羅雖然咧都係當時候一種好血腥嘅做法，但係咧至少係用只牛，唔係用個女人啦。上帝使民眾都畏懼掃羅，佢哋都齊心嚟到佢面前。掃羅在比色數點人數，總共有300,000以色列人，另外由猶大來的有30,000人。33,000人，我不知道這個數是否真的，但是呢是計當年這個以利、那兩個兒子，又或者是撒母耳帶領以色列人打非利士人來說，這個數字呢應該呢都是第三個最大的數字之一了。於是掃羅就打發雅比的使者回去對基列雅比人宣布，我們會在明天中午前來拯救你們。消息傳到基列雅比，他們都非常開心。值得留意的呢，古代行軍打仗呢最困難的一件事呢就是 gathering。 如果 gathering 到的時候呢就好像打三國演義一樣，兵貴神速。他既然呢能夠 within 7日之內呢能夠咧 gather 曬所有嘅嘢嚇，咁啊又要遣使者啦，集合啲人啦，然之後又要去回擊啦嚇，咁啊非常非常之難得嘅一件事情嚇，咁啊掃羅嘅組織能力唔錯，或者係非常之好。以前冇 WhatsApp 噶嘛嚇，以前冇呢個 Zoom 咁樣嘅send 個 message 咁啊 Outlook 咁啊，大家個 calendar 就有噶啦嘛。雅比人就去话俾亚扪人听，听日我哋会出嚟向你哋投降，你哋喜欢点样做都可以。嗱，通常咧嗰啲沙冧咧，即系咧你讲到人咁尽，人哋都沙冧嘅咧，咁你聪明少少，你都知道一定系有嘢啦。第二日清早，扫罗将百姓分成三队，突袭亚扪人营地。但系如果佢赶唔切，就真系样衰。anyway， 杀咗成个上昼。亚扪人的残兵四处逃跑，整个地方都没有两个亚扪人能够在一起。民众就来对撒母耳说，是哪一个说扫罗不应该做王的，将他带来，我们要杀死他。但是扫罗说，今天我不打算杀人，因为主在今天救了以色列。这个呢就跟士师记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咁啊，之前嗰張就話到有啲人唔妥佢嚇，咁啊同一時間咧就係基列亞比人當年嘅以色列人，同樣嘅 gather 咗好多人嚇，同樣打贏咗仇敵，但係咧佢打贏咗之後咧，佢又繼續嚟到去殺掠嚇，咁呢個同亞扪人嗰個做法有咩分別咧嚇？咁但係掃羅嚇，即使佢講咗一啲可能係真係比較恐嚇少少嘅説話嚇。就話哦，邊個唔 gather 出嚟嘅嚇？咁啊，佢好似只牛咁咁樣，佢嘅牛就好似呢只牛咁樣，佢都唔係講殺人喎嚇。咁啊，最後尾佢都係從輕發落，對於其他真係有所保留嚇，反對嘅聲音啊各方面。咁呢啲就係一啲真正嘅領袖君王嚇，能夠買到啊或者收復到啊人心嘅人，需要嚟到去做嘅一份風範啦嚇。撒母耳吩咐民众话：嚟啦，我哋去吉甲，喺嗰度立国。于是佢哋就嚟到吉甲，喺主面前举行庄严嘅仪式，立扫罗为王，又向主献上平安祭。扫罗同以色列人都非常开心。咁啊，即系有两点值得提啦吓。咁啊，第一点就系、是、每一個君王至少在撒母耳記裏面，無論是這個的掃羅，又或者是這個的大衛，甚至乎包括撒母耳，他們都有他們自己個人的 recognition by 神，或者呼撒母耳，是透過神呼撒母耳，
咁啊自己個人嘅一個獨特嘅領袖嚇。Say for example，撒母耳就喺床邊嗰度聽到神呼叫佢嘅聲音啦嚇。咁又或者係掃羅就係同呢個撒母耳默默針啦嚇。咁啊大衛之前就叫曬啲兄弟出嚟，我哋嚟緊會睇到啦。咁啊同一時間有一個眾人 kind of recognize 佢嘅過程啊，例如撒母耳就係、是、由細到大，咦，好似咧神透過佢講嘢喎，全以色列人都開始聽佢説話咯喎。掃羅就係靠抽籤啦嚇，咁啊大衛咧就可能係最後期嘅時候，大家咧嚟到去到個首都嗰度擁立佢做王啊，各方面嚇。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呢個世界咧，真係講拳頭大嘅喺當年啊。咁啊，撒母耳打贏咗場仗啦，掃羅打贏咗場仗啦，大衛打贏哥利亞，又或者佢打贏咗非利士人啦之後，咁樣咧就全世界話你 number one 嚇。如果你咧成日都打輸仗，我話知耶和華叫你乜嘢啊？食屎啦你係咪先嚇？咁呢個咧人就好現實嘅嚇。咁啊另外咁啊吉甲嚇呢個地方值得嚟到去思考啦嚇。咁啊當年非利當年呢個約書亞進入迦南嘅時候，咁啊正正就係咧好多嘅嘢咧都係發生喺呢個嘅吉甲呢個地方嚇，立約啊、築祭壇啊嚇。係割禮啊，各方面啊，一個咧好有宗教味道嘅地方。咁佢哋咧就翻去嗰個地方咧嚟到去建立一個就係十二個支派 kind of 凝聚埋一齊嘅一個國家嚇。咁啊係咯，咁啊睇翻呢段經文嘅時候，咁樣其中一個值得我哋學習嘅就係寬容嚇。咁但係同一時間，掃羅之後對於亞瑪力人個寬容咧。我哋咧又值得嚟到去細微，咦？點解呢度寬容嘅時候，神咧就好似覺得，或者至少我嘅解讀裏面覺得佢 OK， 但係之後嘅又似乎又唔 OK 咧？咁所以咧，一個人嚇咁啊，始終唔係完全嚇，尤其是一個領袖嚇，咁啊同一個嘅性格喺某啲情況之下可能係 good， 但喺某啲情況之下咧，可能咧亦都令佢咧。嚟到去流失都未定嚇，咁啊今日分享到呢度，歡迎大家收聽哔哩吧啦 Talk。